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我们现在游玩的游戏是《守护者之剑外传：无尽的宿命》。那这款游戏是风雷这间公司所制作的哈。那他们近期比较有名的游戏，大家耳熟能详，大概就只有《圣女之歌》啊，《利罗》啊，《利罗》。好了，我们继续。那这个《守护者之剑外传》是在1999年上市的作品。你要去用相容性啊，就是你用四川话之后再用相容性就可以了。我是用好像用 XP 吧 ，XP 那一个。这是我令我心跳的事情啊！下午之后你竟然会来找我，难道我的魅力至今能令你难忘吗？拜托，你这个胆小鬼！好恶心！这真好抱歉哦，那天我先溜了。不过今非昔比啦，我已经变强壮了。我够了，够了。你师父雅克呢？真是不巧，他和我弟弟库玛到外地去了，可能短期不会回来哦。哎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小人小姐，我可以问一下了啊。你拜托，我可是很强壮的哦。好吧，我告诉你，事情是这样子的。哦，这太容易了哦。难道金钟兰，你会有啥好方法呢？如果遇着美丽的呜呜小姐。就去向呜呜的后母要解药，不就得了？诶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肌肉大哥，你虽然很优秀啊，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！嘿嘿，难道我的完美也是一种错误吗？那想着你如此迷恋我，我真感到很不自在啊！肌肉男，我将要去直接杀去达旦城，向呜呜的后母讨解药。你知道如何去达旦城吗？哦，这你就问对人了。要去达旦城，就要找到魔女使你的密道。密道，好像是在大魔法树附近。大魔法树。哦，小人小姐，需要为你带路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去找找看就好了。好，走。好，应该是这个位置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招式好了。猎头者的祝福。帅。这里吧，然后还有一招是那个赤色剑，有给你们看过了吗？好像我看过，好，这个你们看一下。没路啊！小姐，我们似乎很有缘分哦。喂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三番两次要抓我，到底为什么？是为了让我的主人能够获得无尽之药？为了让我的朋友侵入你的内心？胡说八道，这次我绝对不会再被你打败了。那就要试试看。啊，我已经用旧金强心剂，他很强吗？我记得蛮弱的。
我记得他要变身吧，我印象中，我记得要打两次。这一招600滴。740。好，赢了。我记得他要变身。那你见识一下我的本体。我马上打啊，而且也没办法回血啊，超累的。还好我刚才有买。哎，啊，怎么没有？哎，我可以放招式了。好，弄个天罚降临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这招很普通。超普通的，就这样。他叫六足兽。哦，好痛啊！靠腰。要补个血，好，打赢了。然后打完之后完全没有台词，就这样而已。就知道有多简略了。嗨，到了吗？到了，到了。看能不能召唤自冲团队？不可能啊！我今天我这一次直播都没有破 FB 上面，应该可以吧？我用相容性改，然后用四川话程式是可以执行的呢。只是音乐有问题啊，所以我还在想办法。不要买侍女符，知道为什么不要买侍女符吗？因为你等一下打战斗，如果你拿侍女符去皇宫里面的话，就是不会遇到敌人。但是我想遇到敌人。不过我们可以给各位看一下那个穿上侍女符的小珍长什么样子，就知道有没有想看。哎，我刚不是拿到一个兔耳帽吗？不能装哦，我的 fuck！ 好，给大家看一下侍女装成什么样子哦。啊，就这样，没了。重开机试试哦。你知不知道重开机，我的直播也会断掉？你看有没有？大家喜欢吗？脸红的小珍，你们看得到吗？应该看得到吧？什么？我在想色色的事。你看小镇脸红，哎，你看你多可爱啊！
有没有？水哦，水哦，会抖哦，会抖哦，会抖哦。我说头发，头发在飘，在抖，有没有？好，就这样，给大家释放完毕。小鬼，闪一边去！因为他很强，这个侍卫很强。我要见皇后。乡下土包子，皇后不是你说见就见的，我偏要见。哇哈哈哈哈！胡子亮丽的小鬼，他很强哦，他很强。看，打我150滴，超扯。然后我就要补血了。超扯！你看他伤害，这一只啊，比刚刚那个多拉摩还强，一个小兵竟然比他还强，丢不丢脸啊？我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没了。干，来不及按。然后打你呢？耶！你看，才12等，拜托，而且这么难打。超不值得的。然后打你呢？然后进皇宫。哦，这边敌人蛮难打的。我记得他要让我们中毒吧。哎、欸，这招没用，哇！那、啊、怎么这招还没用？啊，三回，这招也没用。那还有什么？赤色的箭雨放过了吗？主要是皇宫有这种敌人啊，皇宫里面有异化人，傻眼。哇！然后都不会痛哎、欸，那这招哎、欸，啊，终于有痛了！普通干打当然打得到啊，我要弄招式啊！我记得到了，这个英文字写什么？哦 ，S A T A N 吧，反过来的。
这是指那个执行党那个名称啊，就是小无尽宿命的名称。把无尽之药所藏你的身体带来。属下知道，那个猫耳朵的小鬼，我随时都可以抓到他。咦，钥匙怎么会在我这里？千万别让新卡大人失望。博卡，小的在。听说公主还活着，为什么？小的知罪，但因为打探公主实在太强了，我无法将她就地处决。不过，请你放心，我已经施下了剧毒，她的死是迟早的事。真是可惜。本来想用他的肉亲自下厨给在狱中的国王吃的。什么？国王也被抓了？是你？想不到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博卡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小的知道。哎，你这样跑了，然后你就跑走了。你以为他打得赢我？我这款游戏我的盲点都是抢的人都不在 不一起打的，都要派手下来打，以为手下可以帮忙，以为手下可以解决主角吗？喂，是你对屋下的毒的，解药拿出来。解药？你想挨揍吗？好一个泼辣小鬼，这点心的时间到了。较量一下吧！我打爆你了！我记得这个好像会迷惑我，这一招，我印象中啊。等一下弄雷电炮，800D。一次打45D， OK。因为现在小生是没有补血招式的，他只能靠吃药、吃补品了、啊。然后有补血招式的是呜呜呜呜，待会才会加入我们。哎，按到防御去了。打针。66。好，赢了，轻松啊。你虽然可以打赢我，但是你永远也得不到解药。
当这瓶药落地之时，就是达丹公主归田之时。你，哈哈哈，落地吧！什么？岂有此理！原来他是蜜蜂。太帅了，休特！得到解药。休特，我们快拿去解药，去救呜呜吧。为什么他还要制作解药？他不做解药，就永远这应该说呜呜就永远活不了了、啊。已经让呜呜服下解药，其余的就看老天爷了。嗯，真希望呜呜早点好起来。然后那个蛇药就这样走了，然后不帮他属下，就这样让我带走解药。谢谢你们，我好很多了。你还需要多休养，这几天我留在这里照顾你的。不行，我要赶快救我父王。可是打到城门，门禁森严，更何况要潜入地牢。小珍，你可别忘了我是哪里长大的公主啊！我在那有秘密通道，可以通往达纳城的地牢。原来如此，但是我担心你现在的身体非常虚弱。小珍，你想想，今天如果换成你的父亲，为什么小珍无言呢？就等我们守护者之剑玩一代的时候再跟大家讲吧。你说的没错，换成我，我也会像你一样这么着急的。所以一秒钟也不能浪费，我现在就要出发了。我陪你去。诶，真的吗？虽然要救的不是我的亲人，但是谁叫我是最爱管闲事的美少女呢？小珍，谢谢你，以后我会叫父王把你当女儿一样看待的。我们走吧，你们一路上小心。小珍，我们先往达纳城的方向走，它的密道我会告诉你的。走路。OK， 伙伴 get。怕自己吃下是不是？嗯，没有，也是有道理啊。可是我很好奇，为什么蛇妖不亲自帮忙打？如果是我哈，一定跟属下一起上。哎，怎么一出来就有敌人了？好，给大家看一下呜呜的招式啊，冰雨。好，从这往东边的小山路走到底，就可以通往达纳城地下牢房哦。我们去地下牢房之前，先买装备。哎，我刚刚怎么加速了？吓死人了！哦，给他看一下落雷，啊，好痛哦！这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精灵哦，岩甲兽。精灵的送战，这是补血吧？我记得。对，补血。魔法正连炮，吃我连法魔法正连炮。哎，不痛，他只怕落雷。OK， 很好。破极剑，我记得他也怕，啊，被打死了。那个群捕还没有学到，哦。嗯，落雷比较痛。
就看不出来那个属性相克到底是怎样，要一只一只试。我学到什么？刚刚没看。雪花滑 ，OK。哇，这里太长了吧？到了吗？到了。哦，地道长这样哦。然后死路。我这个是锅子怪，找到找到，呜，咦，是呜呜吗？父王。真的是你，呜呜！我还以为我这一生都见不到你了。父王，女儿好想念你。呜呜，父王也好想你。父王，我一定会设法救你出来的。呜，你在这里想办法救你父王，我到楼上去收拾那老妖婆。不，我跟你去。我后母很厉害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。要死，一起死！呜呜，你真是个好公主。我们快上去找我后母吧。父王怎么都不说一句，请门小心。父王好残忍哦。乖女儿，你终于回家了。住口！我不是你这魔物的女儿。喂，老妖婆，不要再假惺惺了，今天让你尝尝我拳套的威力。又是你这猫耳朵的小鬼，每次都这么自动送上门。你看这边，这个是舌头吗？你看以前的游戏这么的放，这么的。你看，哎呀，干什么东西？我把你挡住。然后这个在干嘛？这是干嘛？喘息。哼，不要多啰嗦了，我们来做了结吧。等一等，先让小公主你惊喜一下。现身吧，狗子。狗子。公子，太好了，你还活着！我可是费了九牛和虎之力，才让这陪你长大的小奴才重生呢、啊。重生！先别急着感谢我，因为他重生后是用来杀死你的。什么？狗子听令，把呜呜给杀了。不，狗子，我是呜呜啊，你还记得吗？哦，这是怪物的样子。我这按好累哦。等一下，
什么投不到好？浪费我招式。我靠，打不到！这招也打不到，动眼。动眼打不到。好了吧，打到了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打你了，打你了。小时候以前看到这些东西，觉得还算蛮血腥的。狗子，你还好吗？公主小姐，狗子被你亲手杀死了哟！可恶！老魔女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年纪还小。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。狗子，对不起，老母女，我一定要杀死你，替狗子报仇。狗子，用最后一点力气，把呜呜给杀了吧。呜呜。从魔女身体 背你回来，这段路真的好远，后来我们还被国王训了一顿，好惨，很多心，真的很高兴能为公主狗子看来非我的玉体出马才行呢，好突然，太突然了。哦，这个很强啊！这一招啊是减速用的哈、哦。你说的我有试过，可是高频我觉得不适合，对我来说不适合了。
哇，血真多啊！而且这款啊，就是你要补血或补 MP 啊，你不能帮别人补，你只能补自己而已。血太多了吧。打死了，打死了。肖顺小姐，非常感谢你，你帮了我们大战城这么大的忙。没有啦，我只是尽我的能力。小珍啊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可能继续旅行吧。可是小珍，我希望你能留下来陪陪我女儿。不过他真的非常喜欢你这个朋友，请你就与露露、雷雅一起，永远留在我们达旦城吧。这，请给我一点时间考虑吧。对了，呜呜去哪了？呜呜小时候的玩伴狗子死了，呜呜难过的躲在房间里哭。现在是我离开达旦城最好的时机。
结局了，结局了，结局了。你说的是休特啦，一代是休特，这个是外传。哎、欸，嗯，怎么倒带啦、啊？这只是个开始。哎、欸，那栋房子我从来没有看过。好了，我们先到这边啦。明天或后天再继续好了。这边很精彩的画面哦。以前啊，我到这边的时候，刚刚那个倒带那个时候，不，我那时候真的傻眼，想说啊，这样就没了。那时候吓死啊，这么短的剧情啊，原来后面还有。可是后面。其实后面剧情不长了，后面再打几次应该就打完了。外传的故事其实没有很长，一代比较稍微长一点，也比较完整。好啦，今天到这边啦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《守护者之剑：外传：无尽的宿命》。就这样了。